上一次钓池介绍呢，有钓友跟我建议要介绍一下钓位，那所以我就走了钓池旁边走了一圈，钓位不错，就很平整，还蛮适合用冰箱的，那也蛮干净平坦。大哥你好，大哥，请问怎么称呼？我叫毕国忠。好，毕哥你好。请问一下，您常常来这一池钓鱼吗？对啊，我常常来。哦，可以请教一下这一池的一个钓鱼池的特色啊？您觉得这边的？就是鱼很饱。鱼很饱。大概不挑饵。不挑饵是不是？而且钓客也不多，很亲近。不错，是常常来玩。那这边的料理怎么样？料理就是它的特色喽。这边料理都是菜单料理，老板娘有什么做什么。而且它的鸡真的很好吃。哦。那在这一次做钓，有没有什么秘诀啊？还是一些注意的事情可以分享给网友知道？秘诀，我想因为这边人少人钓，所以没什么秘诀，很好钓。重要。钓鱼要注意安全，没有什么安全设施。好，尤其要小孩子要注意。哦，好，谢谢毕哥。哇，毕哥。哎，老板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老板怎么称呼？哎，我姓许，叫许明荣啦。好，许老板你好。我们这个鱼池的名字是叫名富鱼池，名富鱼池，杨梅区啦，桃园市杨梅区。那我们这边鱼池大概都怎么做消费方式？哦，给人钓福寿鱼啊，钓休闲的收费就是一天啊，要六七点来钓到五六点哈，就是1000块了，1000块哈，这个清洁费的。100块讲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100块讲错了，多一个零了。OK， 没关系，等一下笑一下，说老板讲错话没关系。以前那因为有改正了啦。营业时间，营业时间就夏天了哈，就6点开始，冬天7点开始，一般都是到晚上6点。到晚上六点打烊。其实对，还晚上没有被定要掉。好，然后平常有没有特定的那个公休日？每一个礼拜一休息，固定的每一个礼拜一。对。好，那这边的那个午餐，老板有准备很多菜啊，客人要吃什么菜，钓友今天要吃什么菜可以点菜。对。那大概有没有什么菜色的推荐？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鸡，就是对鸡可以现杀现煮，现杀现煮。白斩啦，哈，三杯啦，鸡酒啦，哈，啊，苦瓜、凤梨鸡啊，都 OK 啦。哦，但那个要早上一来就先预定嘛。先定，要杀要煮比较费工啦。那其他就是一些家常菜，各家小炒啊，这些都可以。青菜自己种了很多啦。饮料啊，香烟、槟榔这些有在销售。香烟有，槟榔没有啊，饮料都有，还有啤酒有。好。那老板有没有想要跟这个钓友分享，就是这个鱼池很特别的地方，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？就是我们的鱼池是周围哈，卡路卡好水啦，啊卡清洁啦，袂讲比较宽啦，水质又好，啊鱼量又多，哦，大家都捞到手软呢。好，谢谢老板，那大概了解了啊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。